买电脑有被坑过吗？我买电脑的时候也被坑过，那时候是2014年，电商不怎么发达，来电脑时买电脑人山人海，那时候我也不懂，觉得商家都是善良的，人与人之间是有信任的。那时候我买的是联想的 G500 3代5，他说是有货，价格跟我姐发给我的是差不多的，然后开了个单子我就加钱了。其实后面才知道，单子上面写的双核4G 500G 2G 独显90%的电脑都是这种配置，结果他给了我一个最低配置的三样双核，然后装系统装了3个小时，中间一直凑合贴膜啊，装杀毒软件啊，198的进口膜，298的杀毒软件。本想买回去开开心心打个游戏，结果发现游戏卡的要死，网上一查发现被坑了，要是给了个 i3 也就算了。第二天回去找他们换机子，他们说合同上面写的没错，后面差点打起来了，搞不赢他们只能认栽。后面开了这个店子挺难的，还不敢跟家里人说，都是泪啊。后面2015年阴差阳错进入了这个行业，不过那个店好像2015年就倒闭了。你有没有被坑过呢？说出你的故事，留在评论区传递下去。